肯定部新車噶嘛。冇，老闆年年紀啊，年紀要換新邊嘅，冇乜開嘅喎。好整新喎，你架車。嗯。整新啊。哦。開幾公里啦？啱啱萬零公里。萬零公里，啱啱啱整新。小火又係。今天找了一个师傅过来呢，然后就准备帮我装窗了。首先装一个门窗的窗架，用来刮灰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一点。这个铝窗呢大概就是170一个平方，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然后呢就是1.0的玻璃厚度是0.5。啊，现在呢就是发现了我们这个入门户这个位置呢就是宽了一点，我姐夫呢就留到了1.2米，其实呢就是最宽就是1米而已。哎，搞得现在又要翻工了，哎呦，翻工好多次了，这里要翻工，那里要翻工，请自己人就这样了啊。如果呢你是请人家的话呢，翻工的话就要他那个了哦，是吧？哎呀，所以这些细节呀，好多东西我们都想不到的。啊，现在这个门呢，改了，改好了。为什么要改窄一点呢，师傅啊？不得了。喂，你过来。你落嚟我，啊，所以唔好拉俾我咩？啊，系啊，